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就是讲，德德没比我念，同为帮我的下人，我帮我下南来住人，地那地不同，地那地怎么同为人？托把心的也不是觉得，没比东把你细想，对心有比东你当，让心东把你细别，东把细细就东把。东巴西巴一比较多，东巴西巴一比较多是，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就是昨天前面已经讲了，获得了第一地菩萨的时候啊，就是获得了无中平等，无中平等。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讲这个获得无一地菩萨的时候，这样利益众生方面啊，就是非常稀有的一些观点。那么今天呢，紧接着讲啊，就讲这个。见无必等心，皆多住见短。是故决定所必舍得见到，了知无空心，如是有空心，自性空心故，实名皆空者。讲一地菩萨啊，讲一地菩萨。那么讲一地菩萨的时候呢，就怎么讲获得了？昨天前面的已经讲了，获得一地菩萨的境界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见彼，见无彼等心，就是也就是说，获得了一地菩萨见到的这个菩萨呢，就是实际上是他没有彼等心，就是前面也讲了，就是。加心道的时候，这个能取和索取，这样的执着呢，就是全部都没有了。那么解脱这见断，就是这样的这个获得真正这个，按照唯识宗的观点，就是最后的成就是获得圆成式的。那么这个圆成式的这样的这个菩萨的话呢，那么就是他断除了一切见断啊，就是像俱舍论当中，就是按照这个声闻乘的一些见断。就是，这个还有修断，就是也有很多的，112多少？182是吧？112是什么？有没有修断？修断多少？182是间断是吧？是不是南总？南总这边都不说话。你们是不是句式学的不好？所以我就每次问问题的时候，就偏向女总这边。你们有时候。还是要会的啊！哦，对，这样说好不好？八是多少？88啊？刚才88是吧？修短呢？什么？我看有112，什么段是112？啊？大乘见的是吧？对，好像有一点印象。大乘阿毗达摩是吧？对，大乘阿毗达摩里面，我还是有点印象啊。现在还没有完全老年痴呆症。以前我刚来的时候，有一个笔记本里面，
就不同观点的就记得很多很多的，现在就这些都已经不用了，就修行，就断除这个，因为获得见到的这个，你看这个大乘的话呢，112，那么这个按照居士论这个观点的话，88，对吧？就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当然，这个小乘的话，那就是他并不是说一地菩萨，就是大乘的话，那就是获得一地菩萨的时候，解脱了这个所有的这个间断。那么这些间断全部没有的话呢，那么就是说明这个决定实说啊，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获得了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有非常多的功德的这个见到菩萨啊，就是见到菩萨，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到这个见到菩萨呢，就是实际上是他已经，了知了三种空性了，就是这三种空性。这三种空性呢，可能你们要稍微这个专注一下，就是因为按照唯识宗的观点，其实唯识宗的观点呢，就是可能不能这么说吧，就是但有时候是这个三自性一降的时候是比较啰嗦，就是有点这个按照中观的话呢，就直接讲僧一谛什么世俗谛什么，这样就方便一点，然后。这个我们讲辩中辩论也好，就辩法发心论也好，还有这个大乘经幢论的时候呢，就是每次都是这个弥勒菩萨呢，就是用这个唯识宗的观点，就是因为这个是它的整个框架是它是属于这个唯识大乘唯识宗的法，如果是按照这个大乘中观宗的法的话呢，那就比较就讲的时候也很多都比较。很直接，就直接讲。但是在这里呢，就是意思是比较相通的，就是我们都没有什么不好懂的。但有时候词句上呢，就是转的弯比较多一点。那他这里呢，就是说获得见到菩萨的，就是见地的时候呢，就有了知这个三种空性，就是了知哪三种空性的话呢，他这里了知这个无我空性、如是有空性，还有自性空性。也就是说呢，就是他是这个。他了知这个三种空性呢，就是因为在明眼当中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有这个遍计法。这遍计法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凡夫众生面前就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呢，就是现现，就像是，这个花色的僧所，就是五尘为是这个堵塞一样的，就是这叫做是什么？这个无有的空性，就是本来是明眼当中也是，比如说包括这个阳焰髓啊，就是或者说是，可以说是明眼当中也是在这个上面，阳焰髓可能不行的，就是像这个我看就还有很多的这种比喻吧，就是包括这个二月和这个现现吧，就是这些呢，就真正这个去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没有的，但是呢，就是在凡夫众生面前呢，就是他认为是有的啊，就边际的这些法呢，这叫做什么呢？就是无有的空性，就是没有的空性，就是这是见地菩萨呢，就是他也通达了，就是无有的空性，就是这是这个，因为边际法是无有的，就是所以说这个空性，边际法的空性呢也通达了这个意思。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了知这个依他契，就依他契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虽然这个我们凡夫众生面前呢，就是无气的这个现象，就是有一些能取现所取啊，就是这样的山河大地啊等等，但是所现现的呢，就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就是这个依他契所现现的是不存在的，但是它的现即，就是也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性识，就或者是阿赖耶识的这种，因为唯识宗就是始终认为是有一颗。性呢，就是性的本体，就是明性的东西呢是存在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是并不是不空的，就是所以说在这个上面，依他契的这种幻化的部分是空的，但是他自己的本体呢是不空的，就是这叫做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有的空性，就是然后依地菩萨呢，就是他既通到这个无有的空性，也通到了就是具有的空性，就是具有的空性就是依他契的空性，依他契的空性就是说这个现即是存在的，但是上面的现现的这个。依他契的部分呢，就是不存在的，就是这是第二个，就是他通达的。第三个呢，就是通达的是什么呢？自性空性。自性空性呢，就所谓的这个圆成时呢，就是好像本来都是像那个就是虚空一样的，非常清净的，就是远离能去所去的这样的自性。但这个呢，就是也是到依地菩萨的时候，完全的已经通达了，就是依他契呢，就是已经通达，这叫做是自性空性。所以呢，就是那么这个所谓的见到呢，就是他就见到了这个三法三自性的这个空性吧，啊，就是
这个边际是有的空性，就是一它其实无的空性，原称是这个自性的空性。我觉得有点转弯，就是反正就玩法空性就可以，就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不过这个很好玩的，就是以后我们就是有时候就是别人问那个就是这个唯识宗有什么特殊的观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给别人说，就尤其是不懂这个唯识宗的人呢，就让他蒙着，就是就讲一些比较特殊的术语，就是就是或者我们听就也可以获得伊底菩萨的时候，就是通达三种聊这三种空性是什么，就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吧。聊这三种空性的话呢，那就叫这个无的空性、有的空性、自性空性，就别人都可能不知道什么有的空性、无的空性、自性空性，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都有不同的这个解释方法，就是这种方式呢很有意义的，就是因此，一般来讲呢，就是讲到这个空性也好，如幻也好，确实是很有意义的。就是有智慧的人呢，就是他不被他这个迷惑的；就是没有智慧的人呢，就是因为就是外面的这种幻现呢，就是这些法呢，就是会这个迷惑的。就所以，我们呢，就经过闻思的人，就是经过一些长期的，就是珍贵的，就是这些修学的人呢，实际上我们不一定是完全像伊底菩萨那样，就是通达这个三宗空性，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实际上，就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话呢，对这个虚幻的这些幻化的法吧，就是可能不被我们这个，就不会呢，就是让我们，这个。犹如作幻化迷惑于一人，就是这个做有些人就是做了这个幻化的话呢，就是他迷惑什么呢，就是他这个迷惑一些这个愚者的人啊，就愚者的人，知者众不迷啊，就是知幻不是故，就是有智慧的人呢，就是始终都是不会迷惑的，他知道是这个是无有是有的，这个是很好的一种修行方法，我认为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实践当中啊，就是没有智慧的人，世间智慧也没有，出世间智慧也没有的话，往往都是比别人就是已经这个受这个受气受迷惑，就但是有智慧的人呢，就是他不会就是上当受骗。那就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是这些都是虚幻的，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现实当中的很多的这种这个钱财也好，这个美色也好，美酒也好，还有各种就让我们这个心子呢，就是一直陶醉，就是会在迷醉的，就是这些外境呢，这些外境的话呢，有智慧的人就是他自己有把握，就是自己明白，就至少也是我们人生的这个在人生生活当中的这个底线啊，就是比如说佛法的这个戒律的底线，然后这个国家的这个法律的这个底线，那么做人的道德的底线呢，就是他就会明白的，再加上呢，就是可能有些是完全是超于这些底线的，就是让我们这个完全就是怎么说欺骗的，就是或者有这种这个很多的现象。你看现在大城市里面，稍微没有智慧的人的话呢，可能我们真的这个在实践当中呢，就是经常这个受骗的。如果自己有一些实践的智慧呢，不会被他们上当。如果我们有初实践的智慧，尤其是修行上经过一定的闻思的人呢，就是那别人就是什么说的话呢，就是他不容易轻信，就是自己有自知自明，自己有自己的真知真见，就是这也是非常这个重要的。就所以虽然我们没有得到这个坚地菩萨，就是坚地菩萨也没有就是了解这个三这个空性吧，但是我们有的空性、无的空性和自性空性的话呢，也从理论上是比较明白的。冷气所去就是在迷言当中也是没有的，但是这个依他气我们的这个如来藏心识的话呢，就是其实它是应该存在的，它的光明是可能不空的，有的空性的话呢，但是在这个上面就像包训论里面讲的一样，就被一些染污法已经没有了，然后呢就是自性空性是这个空性和光明就是无二无别的，就是这样的这种空性呢，大空性的话呢，原成实的空性，就是我们用如果迷法的方式来解释唯识宗的观点是可能比较容易，就是我们就这样来理解。
啊，接下来呢，就讲到，参美都学呢，那么多那样的个啥吧，研究学，什么吧没不能接受啊的，样的个嘛也更多过，也只想这么穷的吧，那把那做谈起呢，得的通文难得的，残疾的呢，多不能多。下面就刚才其实这个空呢，就是讲这个三解脱门的话呢，就是这个空啊，就是本体空性，就是讲这个。然后呢，就是因这个无相和过无缘，就是说三解脱门，就是应该这样讲。其中我们这个前面就是这个本体空性已经讲了，就是那么这现在因无相和这个什么？而你们参门没办法，我懂对，过无缘就是讲这两个法。那么无相之寂者，分别真实灭；无缘之别者，之彼者，非真分别念，就是，佛子遂具分一切种种相，恒坚之彼道，成许具通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讲那个，也是伊地菩萨的话呢，就是他还有这个三种档次里面，就是刚才那个空性的档次，空性的见解已经有了，然后还有这个无相的档次和无缘的档次。那么无相的档次呢，实际上无相的档次的它的所缘或者是它的这个就它的寂是什么样呢？就是我们这个心和心所也好，外面的这个色法，就色声相会，一直到这个来真涅槃之间的所有的这些法呢，就是实际上是从这个身影的这个实相当中去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任何相啊，就无相之寂者，就无相的之寂呢，无相的意思，无相的这个登持的这个所缘，或者是他的修法呢，实际上这个所有的万法，就是心和外境所摄的一切的万法呢，实际上都是不常理的啊，就是那么这种这个分别念呢，就是虽然我们暂时看来就是有相状的东西，就是但是这样的这个相呢，就是实际上是没有的，所有的相呢，就是都会灭掉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就是《金刚经》里面也是讲的吧？就是凡是这个所有的相呢，即是虚妄的。如果我们这个见到这个诸相的话，那其实它不是相，这就是见到如来。就是有时候所谓的这个如来的话呢，就是不一定是有眼有鼻的。原来那个好像我以前。听什么这个磁带里面说的还是什么，就去叫康波跟另外一个康波在市区，他们两个在辩论，他们说那个有一个康波给他说，是你所谓的就是如来是不是有眼有鼻的，就是这样的。然后去叫康波说哦对，就是我承认是有眼有鼻的，你是不是所谓的这个如来呢，就是没有眼睛的，这个没有鼻子的，没有什么都没有的，就是像这样的吗？就是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因为有时候是了义和不了义，或者是现象和思想当中来观察的话，实际上是有眼有鼻的，就是这样的话呢，也是究竟意义上是不成立嘛。然后当然这个康波曲就站在另一个角度来讲，那你所有的佛的话，那就是什么都没有的，就是是不是这样的东西，就是故意他们两个一边开玩笑一边辩论，就是有这种说法。所以说我们真正的这个如来的话呢，实际上是这个见到一切相呢，就是不是相，就是或者是没有相，就是相，就是这样的。就也就是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这个究竟意义呢，也这样的，就是这就是真正的这个相啊。就是那么这个灭相的方法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在对法轮当中也是有的。就是他这种相呢，就是以怎么样的灭，就是以什么方法来灭的话呢，用道谛来灭。那么灭什么呢？就是灭分别念，就是然后就是那就是灭了以后现前什么呢？就是现前这个真如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这种说法。就是所以说是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像那个相。啊，就所有的相，有时候是对相的这种呢，还是在世俗当中也是并不是很好，因为我们凡夫人的话呢，就是一般是对这个相啊，比如说对这个人的相貌也好，或者是对这个事物的这个相状呢，就是包括禅定的时候呢，就是禅定的这个光明的相啊，无量的相啊，就是很多相呢，在修行当中也是灭掉的，就是因此最后。到第一地菩萨的时候，所有的相和所有的这些，因为相执着的这个有尽住是分别念，分别念全部都灭掉，就是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无缘之彼者，非真实分别念，也就是说，
下面讲的这个无眼呢，就无眼的话呢，就是也是指的是他的，怎么讲，就是他的所缘也好，他的这个这种所产生的现象的话，那就是实际上是也是不清净的这个依他机，也就是说是这个非真实的这个分别念，非真实的分别念啊，就非真实的分别念呢，实际上是它是这个来至佛国之前的话呢，所有的烦恼障和所有的所执障的这个益处，然后在轮回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是生老死病当就是所有的种种痛苦的这个来源啊，就种种痛苦的来源，所以呢，我们要这个愿力这样的这种愿力这样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一种，夙愿吧，就是其实，这个愿呢，就是在究竟意义上呢，就是我们也要这个去掉，就是所有的这些愿啊，就是尤其是我们先就是去掉，就是执着的，就是因为我们就有很多的他的这个愿呢，就是也有羡慕啊，也有想得到啊，就是这样的意思。比如说我们人呢，就经常都是就是愿望，就是得到什么，就实现一些梦想，就实现一些愿望。就是你去这个商店里面去看的时候呢，就是哦，这个衣服我也想买，那个衣服也要想买，还要啊，就是这个比如说看见别人这个坐豪华的轿车的时候，我有这样的这个车多好，别人坐的一个舒适的屋这个房屋的话，那就是啊，我买这样的多好，所以他心里面就是有一种很大的这种这个欲望。就是这种，那么这个呢，就是所有的这些欲望呢，就是全部都是也是灭掉的。一般就是个到依地菩萨的时候呢，在世俗显现当中，他有度化众生的一些这个可能这个意愿啦，就宏愿啦，就这样的。但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所有的不清净的愿也没有的。然后到最后的这个神隐的这种境界当中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所有的这种愿的等次的相呢，就是也是没有的。就是所以说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这个叫做是这个非真实的分别念呢，就是全部没有。就这就是依地菩萨的一个境界啊，就是依地菩萨的这个境界。那么下面就是将这个所有的获得依地菩萨的这些夫子的话呢，就是他睡着这个37道品，就是37道菩提分，就是觉分啊，就是37道觉分。那么所有的一切的种种相，包括我们这个经常讲的4念处啊，这个4身住啊，就是4争端呐，还有这个无根啊、无理啊，就是7觉知啊、8这个菩提分呐，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个37道品的种种的相呢，当你恒时得到见到的，就是这个时候啊，就是当你恒时这个见到这个道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我们可以承许呢，就是上面的所有的这些功德呢，就是同时得到的。就是实际上是，在有些论点当中呢，就是37道品是从资粮道到佛国之间，就是也有对应的。但是在这里呢，就是通分的这样的功德呢，就是获得第一地菩萨的时候呢，也得到。好像松子下面的这个刚刚呢，就是这边有些没有大，但实际上呢，都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作为佛子，就是当你获得见到的时候呢，就是其他的这些功德分呢，就是全部都就是同一个时间当中得到的啊，就是我们见到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16刹那啊，就是说是人指这个16刹那，就是相关庄严论当中就是不是讲的吧，就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获得这个见到是1刹那见。就是，当你一刹那间就是获得了这个所有的这些不同四谛的这个功德和这个仁智的时候呢，那就所有的37道品的这些功德分呢，就是也会就是同时得到的，就是它没有这个先后，也没有什么次第的，就这个意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将那个，讲又在哪里啊？刚刚这个录音，昨晚的些那么多没得，我这结巴些些的，都没让人得他难帮呢。得你吃他顿亲你把干的呢，得他没把拉得他，得我没把心得得我吧，让了盘修，得了吃他吧，顿跟些了，南京人吧没得，下面就是讲啊，就是讲这个灰心之有为，卧枯为证。
端是无我见得大见大义，这个是也是现在我们讲的全是是伊底菩萨的这个功德啊，就是大家我看这里，有没有伊底菩萨的？就如果没有伊底菩萨的话呢，听着也是比较可怜的，讲着更可怜，所以说我们不是伊底菩萨的境界，就然后讲伊底菩萨的话，盲人摸象就是有点，但是呢也没办法吧，就是以前也没有规定，就是非要讲课的人和听课的人都已经得到这样的，就伊底菩萨的话的是来不会听的，就是我们资料到的没有得到的人的是很傲慢，就是不会听课，所以说伊底菩萨的话的那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讲啊，就是这个获得伊底菩萨的这种只有智慧和这样的这种这个智行者啊，就是有这样的智慧和行为的这样的这智者的话呢，实际上是他知道就是一切这个有为法，一切有为法的状况呢，在本体当中是这个法无和人无都是没有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了解之前的话呢，好像在这个我们众生面前呢，就是一直是有这个操作性的啊，就是有因缘这个和合性的，就是这样的呢，就是会显现的。就是所以一般就是这个获得伊底菩萨的这些智心菩萨，他们的话呢，完全通达就是整个三界当中的所有的这个有为法的状况。啊，就其实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有时候伊底菩萨的，不说伊底菩萨吧，就我们也是看得很清楚的。现在我们的这种年龄，我们的这种经历，我们的这样的这种学历的时候呢，不管是自己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情也好，别人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情，包括一些痛苦啊、无常啊，还有一些就是开心呐、不开心呐，就是这样的。就现在有些世间人就是修行不是很深的。比如说别人攻击你啊，别人就是什么说的话呢，就是特别伤心呐，就是很不开心呐，这样的。但像我们这个，就是一般稍微有所这个不说什么初时间的境界吧，时间当中也是基本上时间的所有的变化，所有的这种状况是这样的，有为法的这个状况，有为法的。本体就是我们一定要被揭穿，就被一定要这个发现，就是有为法是不是什么可考的，就像水泡一样的，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身体也不要特别的去担着啊，就是我的身体怎么会生病呢？啊，发现了什么个黑点儿啊？啊，有真的是恶性肿瘤还是良性的？哦，那么亲，我就放心下来了。听说不是恶性，把我吓得 所以有为法的本体没有了知的人的话呢，大家都稍微在医院里面就是检查无症或者是什么样的话呢，特别特别的害怕，其实但我们很多人都比较，不要说伊底菩萨，就我们都比较知道就有为法的这个状况是什么样。然后他们的话呢，我们进一步这个说明的话呢，就是说尽管呢就是这个人我和法我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很多众生呢，就是自己的业力和自己的这种烦恼先前的缘故呢，在三界当中的话，他的这个痛苦啊，增长的非常非常多的，就是一会儿这个苦苦啊、边苦啊、辛苦啊，还有生老死病、爱别离苦等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也是这个层苦，就是因为他发现就是在有为法的本体当中，就是二我和什么都没有的，但是呢，没有了解这样的这个众生面前的话。那的确是这个痛苦呢，就是现实当中是真实这个存在的，那么所以说呢，就是端出了这个十无我见，就是也就是说伊底菩萨呢，就是他完全已经端出了，就是实际上是不存在。就是而众生呢，就是迷乱为是与我的这个我见，就是意思就是说端出事物，就是实际上是无有的，而这个众生呢，就是迷乱为这个自信的迷乱自信的这个有的这个我见，就是我们众生呢，就是大多数都是有萨迦耶见啊，这个萨迦耶见呢，就是实际是有些论点里面讲摧毁众生的见。啊，就摧毁，不仅是摧毁自己，还摧毁众生呢。就因为我呢有了我见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就是害众生啊，就是会做很多的这个坏事。就是所以说呢，伊底菩萨是他完全断除了，就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而迷惑当中
认为是存在的，就是这样的这种握剑，他获得了什么呢？就是他获得了两个这个特别好的这种这个见解，就是一个是大剑，一个是大义。就是大剑是什么呢？就是众生和自己完全的，昨天我们前面讲的五种平等吧，这个五种平等你们一定要记到，就是大一地菩萨的思维是得到这五种平等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得到没有，我们就是有时候不能平等也是情有可原的，我们还没有得到五种平等，不要说五种平等的这个五分之一的是没有得到，五分之一的就是然后他的五分之一的没有得到，就是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能平等啊，就是就也是有可有这种原因的，就所以获得了就是一个是我自他平等的这种大见。就是大见解，就是大见解。还有呢，有了自他平等的这种见解的时候呢，就是他会利益这个无量无边众生的这样的大义啊，就是因为这个这种执心菩萨的话呢，就是他一个是通达了这个自他的这个有为法的本心，也看到了就是没有证悟的这些人的每天的是就是痛苦啊，他们的这种这个爱好，他们的这种怎么说啊，就是阴森，就是各种这个痛苦的这种互换。就是这个是我们也看出了，就是非常清楚的。然后同时呢也看到了，就是实际上是这个我见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就是众生就是往往的是认为这个我是存在的，就是这样的状况。然后自己的话呢就是众生平等，就是自他平等，还有呢就是利益众生，就是这个是我们还是多么的这个羡慕啊，就是非常的这个伟大啊。好像我前面也应用过吧，就是一爱众生会饶益诸世间，就是我们是大宝积经是吧，就是通道于方便披袈萨安住，就是就是这个菩萨的话呢，就是他实际上是是有爱众生的一个智慧。那么以爱众生的智慧呢，就是时时刻刻都是饶益众生，而且饶益众生的方法呢，就是也是通达这个三巧方便啊，通达三巧方便，并且呢，就是经常安住在这个利益众生的毗迦经经当中啊，就不是非常的难度啊，或者有目的啊，不是这样的。就是因此呢，获得第一地菩萨的这种特点呢，就是我们也要就是了解。那么接下来就是说这个，好像念了没有？就是咱们，念了是吧？暂未念了啊，断了传承我不负责啊。无间见卧见无苦成疾苦如自欲逆界尼僧不求报。那么下面这个获得一地菩萨，就是他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他没有这个我见啊，就不像我们一样天天的是我，就是然后这个发信息，就好像那个信息的里面第一个字就是说我，就是然后一按的时候经常有这样的，就是所以是众生呢，就是就我见啊，就是我见很厉害的，就是所以我们凡夫众生是我见更胜帝国的，但作为一地菩萨，就是菩萨的话呢，就是他无我见，他没有我见。我和我所见就是增量到末位的时候都基本上不是加心到末位的时候都开始断了，到一地的时候呢，真正的这个具身我见就已经断了，就是没有我见。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其他众生呢，就是这个面前呢，就是需要就是菩萨呢，就是也时候是现的这个于我的。你看佛陀也是有时候是我头痛啊，有时候是这个众生面前呢，就是好像实现为有，不然的话这些就无我见的这个一个到这个有我见的这个当中来度的话，那就是非常的这个不适合，就是所以说在众生面前就是有我见的。然后菩萨他自己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因为没有这个两种这个我的原因的话呢，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些痛苦呢依靠我这儿产生的。如果我的执着的没有的话，那就是痛苦是没有的，所以无苦。但是在众生面前的话，那就是也是就是先前呢，或者是陈述这个众生的痛苦啊。本来这个菩萨呢，就是确实也是，是没有任何的这种痛苦，因为获得第一地菩萨的四合呢，就是实际上是远离了这个五种畏惧啊，就五种畏惧，比如说是这个
在生活当中，就是我有这个卫生方面、生活上面的畏惧，也没有就是别人对我什么这个赞叹呐、不赞叹呐，就是这方面的这个畏惧，也没有就是堕入什么地狱、恶鬼、旁生，就是三恶趣的畏惧，也没有就是他的这个眷属啊，别人对他进行这个亵渎呐、进行诽谤啊、进行攻击啊。其他世间人的话呢，特别害怕就别人对他攻击，就是，但。作为活的依地菩萨的呢，就是他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痛苦和害怕，然后最后呢，就是没有这个死亡的这个畏惧，就是这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活的依地菩萨的这个远离五种畏惧，这个也要大家记住啊。就是这个如果你们这个讲课的时候有一些素质肥啊这样的话，那就是以后记的话，应该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获得坚地菩萨的这个坚地菩萨获得的五种畏惧是什么？就是然后就可以就下面呢，就是比如说空格格啊，就是这样的话，大家都可能比较清楚，但是呢，就是也需要就记住我们。那么，正因为是他就远离了一切畏惧的话，那就是那么就没有痛苦，但是呢，就是看见这个众生的时候，实际上是就是他的痛苦。啊，就实际上就是他的痛苦。我们可以两种来解释，就是菩萨是没有我，但是呢，看见众生呢，就是把当作我一样的，就是所以他是有我执的，可以这么说。菩萨是本身上呢，就是没有痛苦的，但是看到众生痛苦的时候，比如说就像这个母亲呢，就是她唯一的一个肚子，就是唯一的一个孩子就是生病的话呢，她非常非常的这个痛苦，就是所以呢，就是也是有痛苦的，就是可以怎么讲啊？就那么然后呢，就是。菩萨就是利己，就是利益这个众生呢，就是什么？如这个自利，如自与己利，就是也就是，如果自己对自己这个利益那样呢，就是实际上菩萨呢，就是也是利益众生的。但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他不会求回报的。啊，这个也是个很好的比喻啊。比如说，我们自己就是帮助自己啊，自己吃药啊，然后自己就是经常这个做事情啊，就为了自己做事情的话呢，我们自己会不会求回报？就这个比喻很有意思的。我们想一想，就是我自己要什么，就对自己做事情的话呢，就是应该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是啊，对我自己就。做什么事情的话，那就我会求一个回报，就是没有这样的。但是，这个我们一般人的话呢，我给别人做事情，就是还求个回报，就是这样的。作为依地菩萨的话呢，好像利益自己一样的去做，对别人做事情的话，完全是无条件的。就为什么现在我们实践当中的话呢，很多人都是，的确是就是老想帮助众生。但是呢，他从来都是没有想过，就是从中获取一些利益。就是这个精神的话呢，就是可以说是菩萨精神。就是甚至我们可能只要这个能利益众生的话呢，就是甚至到一些这个地狱当中的话呢，就是他也是这个愿意的。好像在《涅槃经》里面就是讲的是吧？就是菩萨摩诃萨呢，就是无地狱，就是为众生故，然后发大誓愿，就是生地狱众，就是。说是菩萨摩诃萨呢，就是本来的是他就不会就是以业力而产生这个地狱里面的，但是这要是在哪里有度化众生的这个因缘的话呢，他故意就是可以这个转生，就是他通过像一切办法了，这然后转生到这个地狱里面，就是为了这个利益这些众生。所以我们很多就是有些包括我们现在实践当中的有些可能有些没有学过这么大乘佛法的，但是有些志愿者的话呢，好像带有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精神一样的，比如说到非洲去啊，到这个中东去啊，到某个地方去呢，就是他就不求任何的回报，然后很想就是在哪里当地的这些这个众生啊，就是像真正的这个利益啊，就是这些精神的话呢，我觉得是还是非常的这个可嘉，就是我们也特别羡慕，就是很向往。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话呢，将来在这个生活过程当中呢，不要整天的是为自己而哭。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我们从小到现在就是不知道累过多少牛啊，就牛过多少累啊，不是累过多少。你们这么开心啊！我这说话有我的时候，你们好像获得了依地菩萨那样积习地一样的开心。这说明你们就是心有点黑。别人说错了就是那么开心，真是不太好啊。
我刚才说的是，我们从小到现在就是不知道就是流过多少泪，但是这个当中的话呢，为了众生有多少，为了这个求的这个，比如说像是三宝的加持啊，就是佛陀的加持啊，就是以这样的这种加持你而感召的这个流泪有多少滴，就是这也是我们可能要计算。又听这。那那到当年不听不听的，刚一对刚一，刚一做完就过三周了，千万么子的阴阳让不了讲，而对我们他这个把那盲通样，拉都就让你当批判你的，今天自己让的哥们呢，今天你把这的人对我们，而多么木久固的什么的没的。想求生活地里多把人，也只心情的那么拉嘎巴当，想把根源削弱没救刚，但能只把当那我们自己心情得当充实的得大人们，全部一起念完，对吧？还有三个颂词是吧？皆生心生解脱，福无尽救福，谁不见苦集尽心二心舍，他下面呢就是讲到什么，就是讲到这个获得一地菩萨的这个解脱者啊，就获得一地菩萨的解脱者呢，他因为有一个殊胜的这种大乘的这个证悟，就或者是一地菩萨的这个智慧的这么一个境，这样的这个境界吧。以这样的境界的话，那就是自相续当中的所有的烦恼啊、痛苦啊，全部都已经解脱了。就因为刚才前面讲了，就是他断除了一切的见惑吧，断除了一切见惑的话呢，那获得了这个一地菩萨的这样的这个解脱的，就是他自信是没有什么痛苦的，也没有什么不像我们凡夫人一样，就是被这个各种业和烦恼一直束缚的紧紧的，就是不会有这样的束缚。但是他有另外一种束缚呢，就是复无尽救福，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他是度化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的这么一个誓愿。那么这个誓愿呢，就是一直就是让众生没有这个度尽之前的话呢，他一直呢就是经救的，就是很长的时间当中呢，就是一直是这个束缚着。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是我们这个可能自己的这种心理的这种痛苦的是没有的，但是呢就是要像度化众生的，看到众生特别痛苦的话呢，他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就是那么这样的承诺的这种束缚呢，都还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坚固。就我们有些人可能在自身的这种像世间人一样的，比如说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就这些痛苦的是没有的，但是呢就是他始终都是担心，就是这个其他众生就是痛苦啊，就这么一个束缚呢，就是一直是就跟他就是捆绑的非常非常这个近，就是所以这个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些都是讲这个菩萨的非常稀有，就是意思就是说刚才我们前面就是其实有些讲义当中的话呢，比如说这个菩萨是没有我见，但是呢就是他有我见很稀有。菩萨是自己没有痛苦，但是他有个痛苦就是很稀有的。菩萨是不求自己的这个利益，但不求自己的宝，但是呢就是他还是利益众生，就像自己一样的，就是也很稀有，就是所以他每个当中的话呢，就是都可以加上一些非常这个稀有的词啊，就是那么真理也是这样的，菩萨没有什么这个束缚，就是他心早就已经解脱了，就是一地菩萨。可是呢，就是他有一种这个束缚是什么呢？就是他有一种誓愿。其实我们有些很多人也是可能自己就是吃的穿的，就这些都是不苦，就是就这方面没有什么痛苦。但是我们那天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发心的道友，他说，哎呦，现在其他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部门就是害怕，就是到时候做不好，就是所以我连晚上睡都睡不好，就是就意思是就是其实这是应该算是一种利他的这种心吧。就有些我们老师的话呢，也是这样的，他自己可能怎么样吃饭呢，就怎么样这个睡觉都很简单，就是没有什么的，但害怕这个学生的这种成绩呢，就是做不上，就是高不上去，就会或者说是这个这些众生啊，学生就是很可怜，到时是如果没有考得起啊，就是他好像有个特别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这个时候呢，他就经常心里惦记的是这个，就是然后慢慢慢慢的瘦了，就是慢慢慢慢就特别这个
单信啊、上信啊，就是也有这样的，就这也是实际上这是一种好的束缚。我们实践当中也可以说，一方面说他没有束缚，他自己的吃穿这些都没有什么自理的，但是他里的这种这个束缚呢，就是已经是具有的。然后呢，就菩萨呢，就是他就虽然呢，就是就是见不到这些这个从众生的这个痛苦的边界，你看。这个耶和梵老是无边无际的，终身是无边无际的，然后那他的痛苦呢，就是也是无边无际的，他就根本见不到就是这个菩萨的就是最后的这个他的痛苦的这个尽头。但是呢，实际上即使见不到痛苦的尽头，但还是他就是他的这个精进啊、行为啊，就这些的话呢，不会有就是间断的时候啊，就一直呢就是非常努力的，就是他就你看这里虽然不见就是苦的这个边际，但是他的这个行为的话呢，就是不断的这个心持啊，就是不断的会心持的，与你一切中究竟得解脱，好像也是在那个就菩提心事里面吧，就是不是华严经里面讲的吧，就是与你一切中究竟得解脱，无际生死中就精勤不疲厌。就是在这个微妙就是利益一切众生的话呢，就是像他们就是获得了究竟的解脱。那究竟的解脱的话呢，生死无际的生死当中，就是无边无际的生死当中呢，菩萨的这个境界呢，就是不会起厌倦性的啊，就不会去疲倦性的，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就是有些发心的话呢，就是经常说是哎呀这里好累啊，哎呀这里好苦啊，我都是发心一年了，发心两年了，就是天天都是素，就是你几个月了，就是两个月三个月，就是原来一个吃素的一个人，就是他就刚刚那个发愿，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开始素日子，就是再过11个月、11个多月的时候，我可以吃肉。所以我们有些发心人员的话呢，也是这样的，就是已经刚刚发心的时候都开始。其实，真正的菩萨的话，那就是只要轮回没有空之前的话，那度化众生时，你的这个苦呢也不会间断的。为什么你的苦不会间断呢？因为你是这个度众生者，你是度众生者的话，那就是那么这个众生是无边无际的，就像我们普贤行愿品里面就是所讲的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发心过程当中也好，在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也好，在自己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就是经常就是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啊，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最好我们不要有束缚。现在大多数的人呢，就是因为自行束缚啊，就因为被就是得这个抑郁症啊、不开心啊，就是最后自杀啊，最后就是很多都是自己都没办法，就是自理生活都没办法自理，就是最后都是住到边缘去了。就这种人是更可怜的了啊！有些人是虽然没有就是住到边缘去，但是呢也不愿意度众生，就是反正整天都是想到我过得很快乐的生活，像天人般的生活啊，就是他的目标都是这样的，这也并不是很好的。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有自我的这种烦恼痛苦呢，就是整天都是束缚着，就天天都是不开心的，就是愁眉苦脸的，就是然后就一直呢，就跟这个别人的话呢，就是别人也烦恼，就是这样的。但这个是自身的这个烦恼。应该来讲呢，就是我们束缚做一个。就诸佛菩萨就是教给我们的一种大的誓愿，或者说是为了就是哪怕是度一个众生的，就立一根这个汗毛处就是也可以的，就是是这么一个。我们要求不需要很高啊，我在一刹那间当中像一地菩萨一样度这个多少多少个众生，这个可能没有就很困难的。但是我们的这个行为呢，就是暂时就是哪怕是一点一滴也可以。不过有些人的话呢，可能默默无闻的发心和默默无闻的做事呢，做了一段时间之后，谁都不发现，就是然后自己的这个存在就是谁都没有发现的时候，那自己开始站出来，就是然后我要走了，就是然后我在这里发心了很长时间的，但是谁都不理我，那就我就看看我不在的时候是你们这里是如何如何。所以我的有些发心人员当中的话呢，就随时要这个发现就是他们的存在，不然的话，如果不存在的话，感觉呢就是绝对是，哇，就是现在我这个来的这个世界上也是渡来渡去的，去的时候也是渡来渡去的，有些是有这种想法，这也是理解的。我们毕竟是这个在这个世界当中，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就是什么跟领导啊、被领导啊，就是或者是中庸啊、看什么这个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非常复杂的教育和复杂的这种。心
态当中就是一直成长的这个人来讲，有时候有这种情绪也是难免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如果发了菩提心的话，无论是你看见也好，不看见也好，凡是我要这个能戒除众生的痛苦的话，这就是我的责任。就是我们相续当中真正升起菩提心的时候呢，就不像第一地菩萨那样，但是呢，我们还是有跟他相通的，因为我们身与如来家族中，就是我们升起第一菩提心的第一刹那间，我们昨天讲的是一地菩萨，到今天呢，我们把这个降低一点，就是要求降低一点。我们这个每个人呢，就是每天都是向前人穿人不切，马切巴那切切切，切巴娘巴没巴。共你共等陪文修，好像特别的这个，就眼睛都是就是一直就不睁开，就是特别专心，就是这个菩提心如意宝，就让我相续当中升起。但是真的要做的时候呢，念诵完了以后呢，跟别人穿鞋的时候稍微碰到，哼。刚才是入定期间，就是念诵期间，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是就是有心，就是身于如来家族当中，就是从现在开始，就是像诸佛菩萨怎么走，我也是如是怎么走。然后下来的时候呢，诸佛菩萨肯定不会穿鞋的时候，稍微有点碰着你就开始，不会这样的。所以，这个我们啊，有时候是也是还比较可以吧，对吧？这样的，下面就是讲到我刚才藏文已经念完了，一时自苦度，一时自痛苦，尚且不能忍，况累世他苦，菩萨欲之犯。我们这个世间人的话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一生当中啊，就是在这个一生一世的这样的一些痛苦啊，就有很多很多的痛苦。那么这个痛苦呢，就是可能自己的是很难以这个忍受啊，就包括我身边啊，我这个生活上啊，感情上啊，情绪上啊，很多很多的这些痛苦，连自己的一生的这种痛苦都是特别特别就是难以忍受的啊，就是自己一世自己的痛苦呢，生气的是不能忍的。那更何况说是如果这个其他众生的无量众生的，然后无量这个什么这个世界当中，或者是就多少多少界的，就是这些痛苦全部我们在发愿的时候呢，让所有的众生都是让我来这个代受啊，就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怎么会是能忍受呢？就是怎么能说呢？就是可能我们世间人的话呢，不要说是多生累劫的，就是无量众生的，就是连可能一个众生的一世一世的痛苦，如果落到我的身上的话，我都受不了，因为我本身是心很脆弱的众生啊，就连自己的痛苦都没有办法。就是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是一会儿抑郁了，一会儿就是什么这个痛苦那个痛苦啊，就是连自己作乐的这种勇气都是没有的，有时候是连自己自我生存的这个能力都是没有的，这种人的话呢，怎么会还要代受这个众生的痛苦啊？就这是自不量力的，就不可现实的一些事情。那么这个作为菩萨的话呢，就是就完全与自己相反的，就是菩萨的话呢，不但就自己就几乎没有什么痛苦啊，就你看一地菩萨没有什么痛苦了嘛，然后没有什么痛苦，而且呢，与此恰恰相反，就是让这个其他的这个无量众生的这种痛苦呢，他可以接受，就我们可以。一个菩萨呢，就是他们有些感受，一个人的哇，这个就是压住，所以一个人的痛苦，这种痛苦啊，就是一个痛苦都没办法自己接受的话，那么就其他的没办法。但菩萨的话呢，就是他本身都是没有什么痛苦，对吧？就没，这里没有感受人了，现在有没有？也不是所有感受，就感受有些地方的是吧？
这种痛苦呢，就是菩萨是完全能接受的。你看这个，我们众生很可怜的，自己的一生一世，或者是一天，这个两天的这种痛苦都很难接受的。但菩萨呢，就是完全的是可以的，就是好像在《大宝积经》里面，菩萨能决定自利于他利，一善精进你，什么一善精进你，坚固不退转，坚固无退转，就菩萨是就是。利益自己也好，利益他众也好，就全部都是依靠他有一种善主精进力啊，就是他有个很厉害的这种精进。那依靠这个精进力的话呢，就非常坚固，就不退转。我们的精进力不坚固，今天我要好好的这个问事，就是我一定要背诵，就是然后背到两三品的时候呢，就精进力就退转了，就不坚固了，就背不下去了。就是以前我都有些论点的话，刚开始很有信心的，结果背着背着就背到中间的时候呢，就没办法下去了，就是就这样的。就是所以我们有些时候的话，那就还是这个怎么讲啊，就是。这种这个坚固力呢，就是就比较差一点啊，就坚固力差一点。其实，如果菩萨的这种境界的话，那是我们确实这个多生累劫当中度化众生呢，都不会怕的。就人很坚强，有些人是很坚强，包括我们学院当中的有个别法师的话呢，身体再这么不好的话呢，就是一直听着，就是一直讲经说法方面呢，从来都是没有松懈过的，就也有这样的啊。就是包括有些人的话呢，就是他可能没有什么法师的地位，但是呢，自己在文思修行上面呢，就是从来都是没有退转过，就是那种境界啊，就是可以说是以这个这种特别可以怎么讲吧，就是以善的这种境界里呢。就一直是就是没有退转过，就这个也很重要。我们现在这个学会当中听课的人当中呢，我也发现啊，就确实听说呢，就有很多人就是一直从开始到这个现在，对每一个法都是非常的这个认真，而且这有个别人的话呢，他不但是自己修得很好，而且人际关系搞得也是很好的。其实人际关系是靠自己的智慧和靠自己的这种精进力吧，就是我自己觉得是我还是在这方面还可以的。我跟上上下下，就是下面的这个乞丐也好，上面的上司领导也好，或者是跟谁的话呢，就是都包括跟我的这个一些同事也好，这个堪布也好，学友也好，就是什么人，就是我这个朋友当中的话呢，也有这个精通这个中观和密法的这个大修行人，也有这个不承认前世后世的一些世间人，就是然后但是我们在某种这个意义上面呢，都是和睦相处的。就是同时呢，我们就很多的这种环境当中的话呢，我们觉得是还是有一种这个力量吧，就是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我们有些人修行很不错的，但是呢，好像身上长的刺一样的，就是跟谁的，就是就不能碰的，一碰的时候呢，就是就很多人都就怕了，就是就开始就好像什么时候祭奠了一样的，就是有这种情况。就是所以大家在尤其是学习大乘佛法的时候呢，我们完全都是以利他的心的话呢，不管是什么众生呢，就是他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塑化众生吧。有些是在我们面前现实的特别的这种恶劣，就是可能就经常是以各种方式来就是对你这个威胁啊、攻击啊这样的。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把它当作一种机缘和机会来就看待，这就是菩萨的一个应该说是自他的这种怎么讲啊，就是其他世间人的话呢，就是一点痛苦都是不能接受的，就是一生当中的痛苦都不能接受。但菩萨呢，就是只要把众生的痛苦的话呢，多生累劫的痛苦都可以全部集中在一起，就是他愿意承担，愿意呢跟他们一起这个分享，愿意呢就是跟他们一起戒苦。就是所以这次我们学习这个大乘经庄严论的话呢，就是对大乘菩萨的真正的这个思想呢，我相信很多人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啊，就非常的这个清楚，方方面面来就是就叙述这个利他菩提心的，就是这种不同的修法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怎么样，为什么是菩萨是那么的伟大，这一点呢可能我们很多人的应该是看得这个清楚吧。为什么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就是他们有些有菩萨精神的呢，就是在实践当中是有多少人对他们的这种这个尊重也好，或者说是敬佩也好，或者说是对他们的这种恭敬和喜欢的话呢，就是这也是有原因的。就是一个是就是真正无有
自私自利的这种菩萨的话呢，就是他有一种无性的这种力量和加持力，就依靠这种加持力的话呢，让这个无数人呢，就是不得不，就感动，就是这也是一种因缘和缘起啊，就这是大家也应该明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将今天最后一个颂词“佛之于众生悉，悉此心无言”啊，就悉此心无言。世间大悉有，平等废悉有。那么，就总而言之呢，就是作为这个菩萨，就是第一的菩萨的话呢，他对这个所有的众生呢，就是他对这个所有的众生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发自内心的，也就是从这个来自骨髓里面的，就是这么一个欢喜心啊，就不是是表面上就是我很喜欢你，我很开心，就是很随喜功德，就是但这是这个磕头上嘴皮上的，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发自内心的，就是对这个每个众生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众生，就富裕的人他不会有什么嫉妒心的，可怜的人呢他没有什么轻蔑的心，平等的人呢他没有什么这个竞争心，就发自内心的对所有的众生呢有欢喜之心，有慈爱之心，而且呢就是还有他的从这个实际行动当中的话呢，就是他会真正去这个利益，就是在利益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他没有什么这个疲倦和疲眼自信呢，就是没有什么疲倦自信。所以呢，就是我在向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实际上是有了这样的这个大乘菩提心、利他心的话呢，就是利益众生也不会困难的，住在任何众生的群体当中也不会困难的。如果证悟了空性的话呢，就是也是不会有困难的。如是什么菩提心是里面讲的？如是瑜伽，如是瑜伽是若修，若修行空性，若修行空性，内心什么悉利他啊，就内心悉利他，就是决定无困难，就是好像那个菩提心是里面这样讲的吧？就是如果真正修行利他的这个瑜伽士，就修行人的意思。修行人呢，他这个修成了空性，就是他修了一定的空性，因为一切万法当中是完全是空性的，是自然而然就是依靠缘起，你就是向这个利益众生。而向利益众生的话，发自内心的一种欢喜心，就是这种欢喜心。这种欢喜心的话呢，那就是利益众生是不会有困难的。我们现在好像利益众生，就很多人是说我本来想利益众生，我本来想帮助他人，但是呢。就不随你遇到障碍了，别人对我自找障碍，自找危缘，所以我先报处，就是报处完了以后，我再利益众生，因为我像是利益众生过程当中的所有的这些障碍，全部要给我清除。清的过程当中，你要加持我，就我要好好的，就是把他们全部都消灭掉。这是一种。有时候我们信的这个还是就是也说是这个比较复杂的，就是那么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利益众生呢，就是说这个喜欢心，就是这个慈爱心，就无有疲倦啊，就无有厌倦心。那么这个是从实践角度来讲呢，就是很喜爱的，就是非常素不相识的，就是或者是无缘无故的，我凭什么为他们利益啊？就是凭什么为他们利益，就是就觉得呢，就是这是很那个稀有的。包括我们有时候是放生的话，那就是他们都觉得是就是很可惜啊，就是就觉得把钱扔到这个海里面，扔到这个水里面，就是好可惜啊，就是或者是说我们对这个有些原来我有个亲戚，就是他就对我特别不满，就是他不满的原因呢，我好像就是给任何一点亲戚关系都没有的，给这些什么大学生啊，就是资助，给他们资助，就是给自己就有一些亲戚关系的呢，就是就不给他们，就是他就特别恨我，就是说是我是真正你的亲戚啊，你怎么是不是不要糊涂啊，就是你还是某个家里的话呢，对你们以前是不好的，你要记住啊，就是他们是跟我们家人这边是有怨恨的，你还听说是资助他们的这个大学生，你是凭什么的？他现在已经死了，就是有一个他很早以前就是他狠狠地教训我，就是说是就是我们这个时间还是有一个时间的一条路，就是就不能也这个情缘呢要分明，就是时间人就是觉得我们如果就是对这个素不相识的或者是一般的旁生呢，就帮助他们无条件的帮助他们的，觉得特别
汽油，就是没办法的。作为这个菩萨的话呢，就是他已经这个众生和自己已经完全平等了，完全平等的时候呢，他觉得一点都不稀有啊，就一点的。如果我们还没有帮助他，我们还没有饶益他的话，这个很稀有的。为什么明明都可以帮助他，我们不去帮助他？就是这个是非常这个稀有的。好像这个《大般涅槃经》里面也是讲了这个三种不可思议吧。就是第一个不可思议呢，就是说是，这个众生呢，就是生在这个三界当中，就是受苦，然后就是但是呢，就是利益他们的话呢，就是也不可，就是不言卷，就是不可思议，就是菩萨的意思是这样的。然后呢，还有这个地狱里面，就是转生到地狱当中的话呢，地狱的这种痛苦呢，就像是第三禅定的这个天禅乐一样的，就是感觉的话，这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众生呢，就是在火海当中就是去救啊，在救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没有去救的话，那就是这也是不可思议吧，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的几种，就意思就是说，《大般涅槃经》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比喻，就是包括有父母呢，就是对自己的孩子特别特别的悲悯，但是这个孩子呢，就是反而对你反抗的时候呢，就是一点就是这种害心的是没有的，甚至呢，就是孩子对孩子的付出呢，就是他就不求什么这个报恩，就是这大多数的这个父母，不过现在的父母好像还是要求这个报恩，尤其是西方人的话呢，他还是比较这个重视，我要养你的话呢，你以后要养我，就是你以后要一定要就是对我照顾好，不然的话，首先的我听说有些父母跟孩子也要写那个承诺书，就是我现在就是对你这个供那个学费，就是你以后呢就是一定要给我养老，就是要多少，我现在就他跟孩子就是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协议，就是还到那个什么公证处去公证，就是让公证处人确定，有点我们以前都是没有发现过这样，现在你们这种情况是我们怎么这个用法律来就是做有效的呢？他们说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用平等共鸣的态度来，这样的话来看这些孩子的态度，以后不一定他跟我们报恩，就是所以我现在要给他供学费的话，以后他如果也有这样的，就是这个也是正常的吧，就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所讲的大家也好好的这个考虑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对众生呢，就是一地菩萨是这样的发自内心的希望和无有言卷心的，那我们可能做不到，如果我们没有利益众生的话，他们觉得非常稀有的啊，就是如果真正把众生和自己平等的话，那一点都是不稀有，所以我们度众生呢，就是一方面来讲，我原来影响最大的就是《金庄论》里面经常像这个度众生呢，就是也干到世间人来讲干到这个很稀有的，但是作为菩萨来讲是不稀有，就是所以稀有或不稀有呢，啊，因为中间就是确实说实话，就是金庄论就是在上师面前学一遍，当时辅导一遍的话，那一直到这个二三十年的是没有学也没有看，就是但是我有一个印象呢，啊，就金庄论里面有很多又稀有又不稀有，又稀有不稀有，好像这个历年是很这个坚固的，都就这里呢也讲了好几次吧，就今天就讲到这里，好吧。सुनंदये तंच भूगारिया तुनंदे जनमासे चिरकानाजे रमों चुपाय चुपन सुने ड्रावाशा बंदरंगर बन्ना असदर्दा बंदरंगर बन्ना असदर्दा Om Mani